所以我没有办法送你回家，我控制不了体内的龙，你只能等屠龙者来救你。如果他来了，我是不会阻拦他的，但请你们再也不要唱响龙之歌了。什么叫如果他来了？你觉得他可能不会来吗？这都取决于你。为什么会取决于我？跟我来。他来不来，为什么会取决于我呢？看看周围，整座岛屿是一条龙，是我伟大的祖先，礁石、断崖都是他的骸骨，他永远守护在这里。在这里你能看到蓝天，而船上的人只能看到迷雾，他们注定要在雾中迷失，直到死亡。有时候船只残骸之类的东西会被冲到岸上来，人类不可能活着找到这里，除非岛上的姑娘对他有强烈的爱慕之心。爱慕之心？对，他就像灯塔一样为他指路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姑娘的爱才能指引屠龙者来到这座岛上，对吗？我说过了，这都取决于你。如果你爱他，他就会来救你。你在干什么？当一个人收到花时，就会感觉自己被爱着，两个人的关系也会发生奇妙的变化。还有种说法，如果你把花扔进海里，那么你所爱的人不管在哪儿，都能感觉到你在想念他。所以，伊格尔会来救你。他会来，当然了，他会来的，我确定。那他真应该抓紧时间了，走吧，去洞里了吧。去洞里？哈尔白，我能自己回去吗？不能，你已经逃跑过一次了，我们俩差点走了。走，哈尔白，你怎么了？别过来，别碰我，回到洞里去，听到没有？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。不用担心，我自己能行，我已经习惯一个人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今天早上我就不会在温暖的毯子里醒来了。米拉，龙随时都可能会出现。真的吗？那他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出现？我不知道，或许是因为我还太虚弱，又或许是人的属性变强了呢。你真这么想？我看得出来，你救了我的命，为我找吃的，还帮我疗伤，你在用心照顾我。就像你一直期待的那样，我会帮你的。在伊格尔找来这之前，我来教你像人一样生活。